操盘战将。大家欢迎收看操盘战将，今天很多人，老师四百，439点，不是上涨，是下跌，大跌，哎，有人说暴跌，大跌啊，随便你啦，随便啦，439点，空头来了吗？转空了吗？哎，我知道你有问题，你有问题，我知道你有问题。你今天的股票一定有问题，要不然你不会想看我的节目，也想听我讲什么。我不会来安慰你，我们也不会抱团取暖，好不好？我只是把我的看法，我的论点，我对大盘未来的一个走法，我可以跟你聊一聊。可是股票跟大盘，各位脱钩了。我再讲一次，股票、大盘脱钩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我必须再重复一次，股票跟大盘要脱钩了，分道扬镳，各走各的路，好吧？我们彼此以后就祝福对方这样，因为股票跟大盘。我跟你说，尤其现在这个时间点要脱钩了，就算大盘再拉回整理，有的股票要走自己飙涨的路，尤其是来50块以下的，来放大一下，哎，各位你看一下这边呢，这上市的，这上柜哦，你看一下，我不要一个一个字一个字念，你自己看。你再看，正在发生。好，那如果他们正在发生，那这个会不会发生？这个会不会发生？哎，里面也有 AI 的题材啊，也有啊，也有啊，正在发生，会不会发生？如果会发生，明天你要做什么？明天你要做什么？你的股票是不是接下来的强势股？你的股票是不是接下来会跟着大盘一起往上走高的股票？这两天答案就要出来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准备好了没？那里面我在里面，我在这里，里面有，我会给你一些我的看法，我的一些意见，但问题是什么？你在里面，各位，你不要客气了，你不要再沉默了。今天的拉回来跌439点，大家都在找答案，找什么答案？老师，什么这道理？为什么五以下面今天为什么跌439？各位，台积电，这鸿海啊，联发科，广达，手牵手，真是有默契哦！一看就知道了嘛，一看就知道了，这谁在冲康嘛？谁？还要我说谁吗？哎，我要进不？啊，这些股票还会再涨吗？难道外资事先讲的只是误会一场啊？他该不会是喊一喊
哦，然后在这边出货吧？不会吧？哎，有人，我听到有人这样讲说，哎呀，外资放烟雾弹，对不对？利用报纸，利用媒体，告诉市场上的人说，哇，台积电目标价上看多少钱，上看多少钱，哇，结果他这边都在到货，那今天跌下来了，哇 ，V 型反转哦。你们的想象力也蛮丰富的耶，我突然觉得你们想象力蛮丰富的耶。我只问各位一个问题啦，这边的基本面跟这边的基本面有变化吗？有些公司是因为这边或这边而接到订单吗？或订单取消掉吗？这边接到订单，这边取消订单哦。啊，这里跟这里的一个市场上的气氛，对。这边偏多气氛，这边偏空气氛，气氛归气氛啊。可是很多公司的股价的基本面有没有改变嘛？有没有反转？订单有没有取消？难道都不做生意了？订单都退货？客户取消订单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啊，没有嘛。问题是没有啊，都还在啊，只是什么？个人的观感不一样啊。那个时候你比较偏向乐观，这边你比较偏向悲观嘛，啊，就是心态变化而已嘛，就心态变化而已啊，因为盘面再拉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心在浮动了，你急躁了，你害怕说你的股票好不好，害怕说这个大盘到这边天花板，这就是天花板了。我跟你讲，这是标准的涨多回档。我们找，应该是说市场找到理由，找到借口可以去做拉回。有人说美国股市这是借口，有人说上个礼拜21号，对不对？中国那边对所谓的台独定义，台独分子采取一些措施，又或者今天早上我们赖总统，对不对？申请释宪，对国会的一个改革法案申请释宪嘛，政治盘。我认为啊，那些都不重要。你觉得那个是重大议题吗？啊，国会吵来吵去，之前就在吵了嘛。他们在这边不是也在吵吗？吵吗？他们这边不是在什么青鸟什么都在吵吗？还不是这样子？我跟你讲，那个都借口，那个都理由，那个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哦，他们在吵，股价上涨，啊，他们不吵了，股价就下跌，不是这样啦，那个只是一个借口。市场上现在之前找不到理由跟借口可以让它回档嘛？对啊，现在找到啦，找到那就让它顺理成章的回档，而回档下来，那你要做什么事？为什么？因为没变嘛，基本面。各位，美国的基本面有没有变？资金宽松有没有变？有没有变？没有变啊！经济扩张趋势基本面的转好，包括台湾也是一样，有没有变？没有变啊，还是一样啊，啊，为什么上个礼拜的你的心情跟这个礼拜的心情截然不同，完全不一样了？因为指数，因为股票的价位就这样，趋势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基本面有没有变？没有变，什么都没变，你的心在变。可是呢，哎，标股也有变啊。你要跟着他一起变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标股在变啊，你也要跟着他一起变啊。老师，你的意思叫我们移情别恋啊？不是啊，而是说市场上的股票，市场上的标股，各位，尤其在盘势不好的时候，更能够体现出、凸显出它的价值出来。各位，你注意啊，我刚刚写的。为什么股价低好拉抬，散户不多，市场上能见度不高，对不对？不熟悉，知名度 也没有很高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股票 你不觉得吗？你自己看，你不觉得吗？你看这边的股价，你不觉得吗？哎，我没有指名道姓谁，你不要误会啊。老师，今天这支股票是谁？在这边吗？不要猜，你也不要猜啊，我先前的股票是不是今天涨停板了？你也不要猜
哦，我今天也没有说我的股票公开要公开涨停板，不需要，因为你们今天听不进去这个。如果我今天告诉你我的股票涨停板，你们心里一定会很靠我的股票那个拉回大盘大跌，我老六老师股票涨停板，你们心情一定会，对，我懂啦，我知道啦，我不会那么白目啦。就算我今天股票涨停板，也不太适合在今天公开啦，再过明天明后天再看看吧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今天心情，你们想听的不是那个嘛，你们想听的是接下来大盘的后市，大盘的后市你就交给我，你就让我来，好不好？重点是什么？各位，你要买什么？注意哦，你要买筹码力量的哦，你要买筹码力量的哦，哦，筹码力量的股票，筹码力量的股票，买他们的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啊，这些股票啊，什么外资啦、投信啊，都很少，都没啦。都没有啦，你自己看嘛。啊，谁是幕后的一个啊，一个推手？这些是谁的杰作？我跟你讲，不是外资，也不是投信，也不是自营商哦，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外资、投信、自营商，他们不叫不会买这些啊，谁会去买这些？所以你要跟着谁走？跟着外资卖台积电、鸿海、联发科、广达吗？还是跟他们再去买？而是你刚不说拉回可以买吗？拉回可以买，买什么嘛？各位，这支股票有没有拉回？有没有拉回？有啊，这支股票有拉回来啊！啊，拉回来可不可以买？我刚刚说拉回机会，对不对？在哪里？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先看这边，先不要看我啊！对对对对对，拉回就是要找我嘛，对不对？拉回来就是要找我啊！为什么要拉回？因为涨多了嘛，股价涨多就要拉回。等到拉回来整理完结束之后呢？今天大盘跌了400多点，老师为什么蒙利？为什么蒙利会这样？啊，整理完，然后呢？它基本面有没有变？没有变啊。题材呢？一样啊。基本面没有变，题材没有变，营收也没有变啊。未来的出货的那个持续存在啊。会因为大盘跌了400多点，然后这些基本面的因素原因全部消失了吗？没有啊，还在啊。真的还在啊，没有变啊。只是你被盘势所影响了嘛？你看到大盘跌，你股票也跟着一起卖；看到股票其他股票跌，所以你心情不好，你就觉得说好像所有股票都要什么连坐，是不是？大盘不好，然后其他股票也不好，奇怪。蒙利啊，啊，为什么他今天上涨呢？他 AI 的啊，我不说他是 AI 的吗？各位，今天再讲一次啊，筹码力量很重要。现在就是要看筹码力量，这就是筹码力量。我就直接讲，这就是筹码力量，筹码力量。所以我接下来要买股票，各位，我要买筹码力量，我要趁大盘今天气势不好的时候，盘势不佳的时候，市场上气氛偏空的时候，各位。你要跟着一般的人走，还是跟着我走？盘势不佳，大盘地下下跌，很多人一定会告诉你，包括一些其他分析师，哎呀，我们要稍微谨慎一下，哎呀，我们要保守一下，哎呀，我们要退场观望一下，哎呀，我们要戒慎恐惧一下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那些话又来了，就跟这边一样，就跟这边一样，对啊，我。那个时候气氛也是一样啊，对啊，然后呢，啊，然后呢，后来呢？哎，可是老师位阶不一样啊，嗯，啊这边位阶也不一样，你也觉得位阶很高啊？到这边哦，位阶好高了，各位又上脚了呢，
很高的跌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你讲过了，任何拉回你都可站在多方，问题是你要买对股票，你要买对股票，你要买谁的股票？我跟你讲，你买我的股票，你买我的股票啦。我不敢讲我的股票品质保证，但是我的股票各位很抗跌，又创高又抗跌又创新高，上个礼拜五六日跟你讲光胜，跟你聊光胜，所以我说筹码力量，各位啊，这难道是外资的杰作吗？外资在控，看到大盘在跌，对不对？跟着一起杀，没有啊，控得很好啊。哎，他现在是二十分钟一盘呢，哎，二十分钟一盘，照道理来讲，买的时候不方便呢，很麻烦呢。可是照样控得很好，你不觉得控得很好啊？啊，这次也控得很好啊。这次控的不错啊，哎，再创波段新高，哎，119.5，筹码力量，各位，筹码力量，筹码力量，真的，筹码力量真的很重要。我看到今天这只股票，大家说这只股票是。有人说低轨道卫星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说过了，题材是一个附加价值，重点是你认不认可，市场上的其他人认不认同。股价要上涨，除了里面的人以外，其他外面的人也要认同，他股价才会涨，要不然他自吹自擂，对不对？自己玩怎么操作呢？你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一家公司的它的一个题材，它的认同度要高，当然你要宣传啊，对不对？媒体的记者啊，如果跟公司派，对不对？没事到他们公司走一走，哎，到他们的公关室、媒体室，在那里聊一聊，喝杯咖啡，交换名片，自然而然，很多报纸，对不对？隔天、未来两天。就会有那家公司的新闻，今天创新高，今天创新高了，强哦！你看他这边进入过多少的整理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整理不是坏事，你怎么会把整理当作洪水猛兽嘞？哎，整理难道很差吗？不会啊，所以大盘在整理好不好？好啊，你就让它整理嘛。整理为什么是坏事呢？因为盘每次盘势不好的时候，就是飙股，你知道吗？英雄出少年的时候，就是飙股会有一股胜利军，或是会扮演一个救世主的角色，对不对？现在是问题是谁是救世主嘛？老师，你买哪一支？问题就是这个而已嘛。你老师，你手上股票是什么？就这样而已嘛。所以大盘拉回来，你要不要紧张？不用嘛。啊，为什么每次大盘拉回来，你都那么紧张？奇怪。哎，我每次哦，每次大盘拉回来的时候，你的心态哦，跟这边的心态截然不同，都不一样。这里的心态跟这里的心态，这里的心态跟这里这，真的每次我看过太多次了。啊！你们怎么都不能够克服自己的心魔呢？我跟你讲，来拿清俊的资料了，来拿清俊的资料了。就算大盘拉回来，就算大盘拉回来，你只要买对股票，你只要买对标的。今天应该说假日的时候，我在我LINE里面也看到很多人都在问那个。所罗门啊，问一些哦，比如说隐汉啊，哎，隐汉收盘，再问我一些机器人的股票，
老师，那个机器股票是不是热潮热度是不是已经退烧了？退烧那是暂时，暂时几天还是暂时几周？就这样。就这样，是暂时几天还是暂时几周嘛？你听懂我意思吗？你觉得他只会跟你聊一两天、一两个月，就这样而已哦？他在跟你聊未来的产业，然后就只有一两个月的热度。等到过了一两个月之后，啊，那我们不要发展机器人了，我们通通取消、打掉、重练，我们再去想个别的，是吗？不是嘛？还在嘛？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操作啦，怎么操作的问题而已嘛。啊，你要自己做，我常常讲，你要自己做还是跟着我来做？你自己做，我跟你讲，你最近自己操作我，像你今天操作，你一定受到这个影响啊。你不要否认，你不要骗我，有没有？你有没有？你看到今天这样点，你会不会受到影响？会不会？会嘛？要不然你来看我节目干嘛？你找答案啊，听名牌啊 ，OK 啊，可以啊，我给你啊。什么叫必赚？各位，今天又是假日，礼拜一了哦。我最喜欢礼拜一，我最喜欢礼拜一啊。每一次假日哦，我得到的情报哦，真的是过一段时间哦，过一段时间，某一个时间点的时候。有时候我就觉得说，哇，我这礼拜六、礼拜天真的是，那两天真的是值得啦，没有浪费掉啊，真的很棒啊，真的，真的是这样啊，花出去的时间，得到的情报哦，真的，礼拜一啊，所以我礼拜一啊，不用等到礼拜二、礼拜三给大家，礼拜一假日得到的一些资讯。赶快出手，赶快给大家，尤其盘面今天不好的时候，你就要反其道而行，你跟大家的想法做法相反就对了，你会赢，练赢，看你敢不敢，你愿不愿意？他们一定会想说，哎呀，今天跌下来了，很悲惨啊，怎么样怎么样之类，我跟你，他们会比较偏空，你跟他们做相反就对了，站在绝大多数人的对立面，你就会赢钱，你就会赢钱。来，这支股票必赚涨停板，打电话进来。什么叫必赚？你要等我公开吗？你知道我每次公开会发生什么事，你都知道，对不对？来，必赚涨停板，打电话进来，各位，考验你的勇气了。来电，这支股票就是你的，进广告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两万点新时代，八八八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八五一一三三六六。相信
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。网络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操盘战将，跟我念一遍：找到清俊，你会找到涨停板。我的标股来拿就对了，拿到就是大赚。这支股票必赚。什么叫做必赚？公开你就会知道了。今天礼拜一，今天大盘跌了400多点，来，你的角色，你的角色，你要扮演哪一种？人多悲观的那一种，还是人数少，然后勇于进场，跟绝大多数的想法做法相反的？来，这支股票必赚涨停板，打电话，这支股票送给你，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